风纪委员会的各位辛苦了。嗯，是范魔殿的高院议员。你们这些家伙。好了好了，先冷静一下。现在可是非常事的，在这里吵起来对你们也不好吧。小琪，刚才那个你看到了吗？嗯，线上挂着个钢镚在那晃是吧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那个就叫催眠是吧？嗯，好像是，但是一点用都没有，笑死。可是看着挺好玩的，就跟着过来了。催眠又在说什么奇怪的超自然用语呢？都说了，我的 NK Ultra 计划才不是什么超自然，是科学。啊，算了，虽然你们现在很难理解，但只要大功告成，所有人都会。行了，废话就不要说了。所以范魔殿来这里是为了跟我们并肩作战，可以这么理解吗？怎么可能，我们只是路过，顺便来给你们加油鼓劲而已。很好，现在你们开始有种变强的感觉了，并且有种想效忠万魔殿的冲动了。来吧，来吧。看来没有效果。啊，哥和那次管区防御战现在开始。この振り子をよく見て。さあ、先生は退勤したくなる。仕事をサボりたくなる。常にそう？